寻兰坪美食，体百味生活。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寻味兰坪》。盐在烹调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人们常将盐的咸味称为百味之王。自古以来呢，就有一盐调百味的说法。盐作为美食不可或缺的调料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。在咱们兰坪啊，一说到盐，您下意识里第一个能联想得到的，应该就是咱们拉景镇的桃花盐了吧。那么今天的寻味呢，咱们就去这座写满了故事的记忆之城，赴一场与桃花盐的美食之约。素有“怒江春城”之美称的拉景镇，是兰坪的老县城。以盐古盐泉曾使这里变身为盐马古道的交通网中心。境内的桃花盐在青铜制年间就已开采，通过盐马古道远销至缅甸北部，享有极高的声誉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拉景人历来都是聪明而有商业头脑的。他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，总有一套适宜的生存法则。从前，勤劳的拉景人以卖盐为生，靠盐发家致富。现在，借力于优越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，盐民们紧跟市场，探索桃花盐更广泛的用处。作为省内著名的古镇盐乡，勤劳善良的拉景人民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人文氛围，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生活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通过那些以桃花盐精心研制的小镇美食，去了解拉景当地村民心中那一份不可割舍的盐马情怀。当栏目组来到位于拉景镇吉坡街的盐艺院，恰好碰上赵师傅正在为食客腌制他家的特色盐焗鸡。对我们的突然到访，赵师傅显得特别高兴。他一边腌制一边介绍，盐焗鸡的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先将宰杀处理干净的鸡进行改刀，再将秘制调料放置鸡身抹匀，所有的调料都要进入到肉里进行全身按摩，这样焖制的盐焗鸡才够入味儿。他家的盐焗鸡之所以需要提前预定，就是因为腌制的时间大有讲究。等所有调料都抹匀了，就这么把鸡放在盆中静置5-6个小时，味道才是最好的。必须要抹点香油，不然它会烤焦在那个锡纸上的嘛。嗯。所以就是这个是后面在实践中的他发现要积累的一个经验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要抹点香油以后，就香油它就是不足以把那个焦味这个就渗透进来了嘛，它就不会烤焦的了嘛。嗯，看，像咱们香油一上好里面，下一个步骤我们就爆炸它了吧。那我们现在用这个锡箔纸把这个鸡包好了嘛，因为锡箔纸这个是它作用是主要是钢筋跟那是它不容易腐了嘛，它是就在一个这一层的中间的一个盖层，它这个保温了嘛，然后这个它密封性也比较好。哎，对，它有跟那钢筋就比较干净的卫生了嘛。现在鸡就基本上包好的就这个样子了嘛，就是因为这个是它包它是有讲究的嘛，要涂上跟下面，然后同时告诉它，也是它在这个门内的过程当中，把这些东西弄掉嘛。因为你随便搞搞好，你这个盐巴子的要求还是等于是不一样了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盐焗鸡的最后一道工序了嘛。你猜这个锅里面有什么？一般都是泥土之类的吧。不，这个就是，盐巴、
盐撒上了，嗯，对，它你看盐怎么是黑色的？因为这个黑色是它经过我们，因为这个鸡用了，一两百次了吧，就是盐它原先是白的嘛，它经过这个高温以后，它就变成这个颜色。但是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呢，它里面的味道这个非常浓，就是它焖过那些鸡肉啊，它油它流出来的时候，它油在它就浸在这个盐的里面了嘛，所以你这好吃的越焖的鸡就是越好吃，它味道就相当入进那里面了嘛。那么现在嘛，我就翻来翻我就把这个鸡就焖起来了，我就等起这个焖锅了，是吧？这个温度，那它这个温度是相当高了一点。我看这个有点像他们炒板栗的那种。啊、嗯，对对对，有点像。但是板栗那个，它用的是铁砂，我们这个的是用我们拉丁的这个桃花盐，北京的这个盐来做嘛。这个烟还挺熏的。啊、嗯，有点熏，因为它。温度高以后，它里面的那个佐料啊，它的盐巴里面的起了劲。实际这个腌制时候，它有点熏了，比较香了。它品质好一点点。这如果要买这个肉的话，它这个放法还有讲究是吧？这个皮是要往下。哎，对，不然它就会烤坏了嘛。而且吃都吃不着。那平时烤的话，那烤的皮的话是相当脆，就像那个烤肉啊，那里那种，这个吃了以后，它就是跟烤肉不一样的是，它不上火了嘛，它是经过这些传热，在盐巴的这个温度，它都传热的，这个把里面的这个食物焖熟了嘛，因为它这个煎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我们就把它焖起，焖好了嘛，我们就开始要。然后时间了，等起嘛就一下嘛，我们这个美味的啊，可以吃了，可以享受了。
山的话随便弄到了就吃得上。好，这个味道闻着真的实在太诱人了，我都已经忍不住流了好几次口水了。再等你两分钟，马上美味就展示出来了啊！好嘞，上这我们就上去。哇哦，这个油啊！你看，越南，但是这个看起来的都比洋气。嗯。看到没有，热气腾腾的，新鲜出炉的盐焗鸡，终于可以吃了。美味的盐焗鸡制作工艺其实就是这么简单，不同的只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心思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材，常用的配料，却在美食爱好者的精心研制下变成了喷香的美食。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尝一尝这道美味的盐焗鸡，那么欢迎您到小镇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